喝五罐。对啊，我就觉得主持人有点烦。不会，他们很开心。好啦，好，我们可以试戴试戴一下。哇，对，他们在走一个喷火龙的路线。对，就其实这不适合在这种表演，有的人会去试。因为有一次我去英国的时候，然后有一个老外就想学我，然后他不小心就很紧张就吞下去了，然后他。